看到这個，你一定当作我要煮牛排，无？边啊，搁有其他的材料？我今仔要煮的是咖喱。下一步先来切牛肉，唔免伤大块，嘛袂当让水滴啊溅死。落油准备煎牛排，牛排先甲全部拢变色袂使。牛排煎好先夹起来，刷来炒油锅甲其他的配料，油餐变色甲黑蒜头甲袂臭味呾。刷来甲全部的配料炒做伙就完成了。若是有下手的搁较香，上好搁野瓜爆粉的搁如何？放在焖烧锅内底，加水加咖喱，关起来，定时，安尼就完成咯。即马即鼎咖喱已经煮好啊，试食完就是你啊。试食完是我呀，嘿，变一块上大块嘛。紧嘞，拢做大块。